需要一只哈，讲到哪了呢？好像是那一个九尾狐吧。可是我们现在也变兔子了，我的天呐，什么鬼啊？哎，其实也没这么快啊。还是非常帅的红金龙，这只是活动奖了哈。你看一下吧，那个是终点啊。哇，我的兔子还在跳我的天呐！哎，我卡住了，卡住了！哎，我会被笑死啊！我们兔子卡住了，真的差点被笑死。都没可以做什么。聚宝盆，哎呦，装备进阶系统也有了，那我们就一起解下去了。